好，那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表演就到这边结束了，然后我们先请我们三一的社长跟大家讲一些话。好，那个大家好，我是三十一届社长，然后王玉仁，然后就是在这边跟大家代表三十一届跟大家说几句话，就是呢，首先先感谢我们的活动招募，还有我们辛苦的三一三二所有表演跟工作人员们，然后请大家给他们热烈的掌声。就是再来是感谢今天来看我们的观众，因为外面还下雨，然后今天又有很多大活动的情况下还来莅临我们大家乐舞社，希望今天有大家都有 enjoy 在我们的生存游戏里面。然后最后帮三十二届工商一下，就是如果看完银星舞展想要参加那个乐舞社的那个欢迎私讯粉专，然后费了帮你们回复这样子 OK， 然后最后讲最后一件事情，就是我要再次感谢三十一届的大家，穿着黑色衣服的大家，就是今年疫情真的很糟糕，然后就是感谢大家，就是一起完成了这场就是死而复苏的惩罚这样子。然后最后，那个台大乐舞社三十一届下台鞠躬。然后也请大家继续支持台大乐舞社三十二届，然后我们交给社长简诗问。然后三十三届的新生，欢迎你们加入三十三届台大乐舞社。然后谢谢学长姐，很多很强的学长姐都回来看我们。然后还有最后谢谢三一愿意跟我们一起办这场惩罚插迎新。好，然后谢谢 NQP， 谢谢大家。然后我们交给这次的总招。就是参加我们的惩罚跟迎新舞展，然后那大家可以离场去拍照。好，那个谢谢牛哥，谢谢 Ken 哥，然后谢谢 YSO， 然后谢谢三一三二所有认真参与的成员们。然后我们交给三十一届的总招募。那时候三一三二要开大会的时候，我还发烧不能去，早知道就不当总招了。好，就是谢谢大家来参与三一三二一起合办的活动，谢谢三二愿意给我们机会，让我们办完我们的惩罚，谢谢。大家可以去背板拍照咯。好，那我们这次那个三一惩罚暨三二一舞的活动就全部在这边结束了。大家离场的时候帮我把垃圾带走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接下来是三一跟三二拍合照的时间，那个我们三一先拍，再换三二拍，所以三二先帮我到台下，谢谢。三一的，不管怎样都给我下来拍照，快点！